大家好，今日是8月1日，咁样就系市咧跌咗落去嘅，之后又弹翻上嚟。咁我喺礼拜四嘅时钟就讲过，唔好而家讲住，先讲咗啲成交金额先。大家睇睇呢个成交金额呢度，喺29号，即系礼拜五。嗰陣時跌咗500多點，最多成交升咗嘅。呢個點解讀呢？可以解讀就係去到呢個位嘅時鐘咧，有人放棄，所以最後一次係出貨。真亦都有人咧就覺得呢個水平係接得過，